天地之中，皇帝故里，功夫郑州。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，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，也是世界武术爱好者共同的心灵家园。郑州，这座历史厚重、活力创造的城市，以少林武术为纽带，融合着传统与现代，连接起中国与世界。自1991年开始，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已历经33载岁月洗礼，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灿烂金秋，第13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暨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大赛，又一次在中原沃土精彩亮相。我们始终秉承着传承与创新的发展理念，即将在新时代新征程开启一场共享共进、精彩纷呈的武林盛会。以赛代旅，以旅兴赛，这是一场超越国界、跨越地域、文明互鉴的交流平台，更是一条增进友谊、促进沟通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之路。历届来自世界5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余名运动员，深入禅宗祖庭之地，竞技交流，共襄盛举。每一位参与者都是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者和发扬者，也是松岳锦绣山河的文旅推介官。他们向全世界彰显着中华文明发源地的迷人魅力。郑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以实际行动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。少林武术作为中原文化的昂扬精神符号，凝聚着中国精神、民族力量，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注入强大能量。以武会友，共同进步，我们将持续发挥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国际影响力，传承延续传统赛事活动，展示中国武功的博大精深。本届武术节将举办12项主要活动，包括5项文化活动、7项赛事活动，社会各界还将自筹资金举办系列文旅活动。一届节俭、热烈、出彩的高质量文化节即将呈现在朋友们面前。崇德尚武，合力共赢，依托功夫郑州城市品牌，郑州世界功夫之城正加快建设，为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河南实践，描绘郑州新华章。让我们相聚郑州，共筑友谊的桥梁，携手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，让中国武术的文脉精神生生不息，传扬四海。第13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暨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大赛，点燃盛世华章，携手美好未来。